在呢，预防医学也是越来越热门哦，不只是要定期的做健康检查，最简单的就是从吃开始。现代人注重健康，更要事先预防疾病，也让现在医院的健检中心服务越来越多元。不仅检查身体要仔仔细细来体检，还要帮民众准备丰盛的餐点，从吃开始保养身体。那像坚果有很多种类，像是杏仁果、腰果、黑芝麻、核桃，这些这个坚果对于身体的这个好的油脂的补充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医师建议从早餐开始就要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但是一早起床哪有空坐下来好好享受早餐计算营养量，尤其是女生怕胖不敢摄取太多的坚果类食物，医生就说过于不及都不好。是现在的人就是没有办法摄取到这么多的营养，没有这么方便，天天无蔬果没有那么方便，所以你就是如果说一天可以摄取像是这个比较方便的一包的完整的什么都包含在里面的坚果的话，对这各方面的营养素都可以这个补充到。摄取好营养，让身体没有负担。景气虽然不好，但是照顾健康可不能忽略，让自己好元气，工作才能更有拼劲。中天新闻黄世美国际新闻台报道。